我孙子身体倍儿棒，没事啊他就健身，多少年都不带感冒的。我呀最喜欢你这种喜眉笑脸的姑娘了，看着就舒心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来着？奶奶，我叫庄杰，我妈是廖涛，廖根基那个。哎呦，我可好你们家那一口了。哎，快微信把我注上。哦，我叫古贝贝。你名字真好听，古贝贝。你怎么认识我们家东子的？我俩是高中同学。啊，怎么没听说过？我高三的时候去上海的亲戚家寄宿了，在那边参加的高考，上了大学，所以陈白东对我印象不深。哦，大学生啊，研究生，工作两年之后读的。哎呀，太了不起了！楠楠，你刚不说你困了？困？谁困呢？要困你困。哎呦，我那天呢，光顾着跟你说我孙子了，我都忘了问你了。你现在还摇对象吗？摇上吧。奶奶，我不着急摇，想先以工作为主。哎，你不是跟我孙子一样大吗？怎么能不着急呢？要我说，你们呢都是被工作耽误了。你看，我孙子，而立之年的大小伙子，有编制的公务员，在镇上那可受敬仰啊。这不，今天这个答谢宴非得把他请来做 C 位，不来还不开心啊。奶奶，奶奶您真时尚，还知道 C 位呢。哎，你们俩别打岔，听我把话说完嘛。我孙子身体倍儿棒，没事啊他就健身，多少年都不带感冒的。还有啊，前年呢，在我们镇东头啊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楼房。哎呦，可高档了，装潢的可好了。庄杰，你手机响了？哪响了？我也没听见呢。哦，调静音了。哎呀，这麦冬眼神真好。奶奶，后面外卖催我了。哎呀，刚聊太开心，我都忘了。回头咱们微信聊，好不好？你别走那么急啊，你们俩加微信了吗？那行，不耽误你送机了。奶奶再见。哎呀，多讨人喜欢的姑娘，长得白净，眼神机灵，身形又好，关键是他还单身呢。吃花生吗？